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ーシ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。是买丑女的手帕好呢，还是买荷包好呢？哎呀，定不下来呀！老人会的各位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请回到巴士上来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要不这样，就买这个吧。一共900元。是是，不知道丸子和姐姐会不会喜欢。啊，你看呐，好可爱！真的呢，我们买这个吧。是啊，好吧。下一位客人请。哦，是。哇，好可爱呀！真的呢，爷爷，谢谢你，我一直都想要这种呢。嘿嘿，你们喜欢就好了。啊，爷爷买回来的礼物有很多都很难说呀。很难说。比如上次的丑女 T 恤。是买过呢。所以其实没有抱很大的期望，可是这次要刮目相看啦。爷爷，你真的好有眼光啊。太好了，还好没有买那丑女的手帕呀。有藏安全过关，要好好的收起来，对吧，小丸子？嗯。第二天早晨，没落东西吧？嗯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走。等一下，你要带着那个去吗？不要吧，弄丢了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已经系紧了。再说了，去学校也不能带这些多余的东西呀。是呀，快解下来。真是的，你们真是太死板了。我想给大家看看嘛。回来再给大家看不就行了吗？没关系，就这样吧，我走了。小丸子。真拿这孩子没办法。早上好。都说好看，他们又不是在说你。我当然知道。小丸子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啊，小鱼。早上好。好可爱呀。可爱吧？从来没见过呢。一会儿给你玩。爷爷给你买的。爷爷难得会买这么可爱的礼物呢。哎呀。你是在哪里买的呀？能告诉我是在哪家店买的吗？我也好想知道啊。我也是。对不起，不是在这儿的店买的，是我爷爷去旅行买回来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这个礼物好棒啊，真羡慕。能被大家这样称赞感觉真好，带他来果然是对的。你们觉得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玩会儿跳绳啊？好啊。1、2
23、24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再来吧。哎呀，又是我。差不多该回家了，下次再玩吧。好，本来走吧。哎呦，哎呦，没了，奇怪。不会吧，不见了，没有，怎么了，小丸子？小狐狸不见了。怎么可能没了？刚才明明还挂在这儿的。我们找找吧。小丸子找不到呢，是不是有人进走了？要不我们去看看失物箱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那也就是说，你记得之前把书包放在那儿，后来就不见了吗？是的。这样啊。那我明白了，要是有谁把它送来了，我会帮你收着的。好。要是没带来就好了。小丸子，妈妈和姐姐都劝过我，让我不要带来，是我不好，非要带来。别这样说，那可是爷爷特意买回来给我的礼物。那个，我刚才……没事，没什么。回来了，怎么没精打采的？没有啊，我好着呢。小狐狸呢？你取下来了吗？大家都一个劲儿的说好可爱呀，好可爱呀，一直追问我在哪儿买的，所以我就取下来了。是吗？那就好。你这孩子马马虎虎的，我还以为你一天就弄丢了呢。那可是爷爷特意买回来给你的。你要好好珍惜哦。我知道了。弄丢了的事说不出口啊。丸子。爷爷。听说你今天把我送你的礼物挂在书包上了。怎么样啊？好可爱呀、不愧是小丸子的爷爷，太棒了！有人这么说吗？算是吧。太好了！虽然犹豫过是不是要买丑女手帕，最后还是买了小狐狸。丑女手帕是什么？不是，没有，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小狐狸很好，所以说这个没用了。或许你买丑女手帕会更好吧。那样的话，我就不会想带去给大家看了。我吃饱了。不吃了吗？你可没怎么动筷子呀，已经饱了。你是肚子痛吗？嘿嘿，一定是偷吃什么东西了吧，是不是？才没有呢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的。北海找到了狐狸。说起来，那个小狐狸，刚才我碰了一下小狐狸，才注意到它会发出吱吱的可爱的声音呢。是这样的，小丸子，你还没有发现吧？要用力一点捏，它才会叫哟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好可爱啊。什么样的？我也想听听啊。嗯，等一下，等我吃完饭了就去拿来。不用着急的。就是啊。丸子和姐姐的两只小狐狸要是一起叫的话，一定很可爱哦。我吃饱了，小丸子，把你的小狐狸也拿过来，我们给爷爷他们听听吧。怎么了？没了。哎？小狐狸不见了。不见了？你弄丢了吗？果然。我就说过不要带去学校嘛。我找过了，不过哪儿都没有。爷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他和姐姐的还是一对的。要是听妈妈的话就不会丢了。跟老师说过了吗？他说要是有人捡到了送过去，就帮我收着。这样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才吃不下的吗？真是的。给，快吃吧，饿着肚子会没精神的，容易胡思乱想哦。这种时候最应该做的是好好吃饭。没错没错，俗话说得好，饿着肚子打不了胜仗。后半集继续。第二天，很遗憾啊，还是没有人把东西送回来。这样啊，唉。就是这样，鹰同学的狐狸吉祥物弄丢了。如果有人发现的话，请交还给鹰同学，或者交给老师，好吗？啊，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吉祥物。就是昨天带来的那个，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都怪你把那种没用的东西带来学校，不丢才怪呢。就是，不用在意他们的话，小丸子。哈哈，中岛和三泽说的没错呀。小丸子，是不是逃走了呀？那只小狐狸。喂，起来。来救你啦。我开玩笑的。要真是那样的话，我也就死心了。小丸子，那个其实昨天跳绳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从书包那儿跑开了，是真的。有什么线索了吗？鹰同学，穗波同学。老师，我也看见了。小长谷川，就是那个人偷走了你的小狐狸吗？到底是谁呀？我们去问问是不是那个人偷的。你们说句话呀，穗波、小长谷。可是没看到脸。我也是。什么嘛，不会是咱们班里的谁吧？啊，你们都没看见这个人的脸啊？是没错。那也就是说小偷很有可能就在这个班上。对呀，是谁啊？难道是被偷走的吗？同学们请安静一下。现在还并不知道是丢了还是被人偷走的，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。不过我想鹰同学的吉祥物一定会找到的。但是想把东西找回来需要大家的帮忙。请大家一起来帮助鹰同学吧。这样啊，老师都这么说了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老师这么认真呢。真是一位好老师。如果说真的是有人偷走了我的小狐狸，
会不会是故意想要捉弄我呀？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讨厌我呀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有人讨厌万子呢？这可说不定。不，我爷爷我最喜欢万子了，最最最最最喜欢了，太喜欢了。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好嘞。爷爷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吗？我去礼品店。礼品店？我要再去买小狐狸。现在就去吗？可是那时候已经只剩下两个了。要是那家店没有，我就去别的店找找，一定要找到。妈妈，我不知道几点才能回来，拜托了。等一下，爷爷。爷爷，你别乱来。没关系的，只要是为了小丸子。红志，把车去开出来，坐电车来不及。可是我喝酒了呀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你怎么在这种时候喝酒啊？老头子，你打我也没用啊。真是的，算了。给你。给。姐姐，我这么做可不是为了你。不能让爷爷这么晚了还跑去那么老远的商店。姐姐。不用了不用了，姐姐你也很喜欢小狐狸的呀。姐姐。这个是姐姐的，就好好收起来吧。不过。没事的，爷爷不去了，他又不认识路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妈妈。爷爷真是的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姐姐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还有爷爷。也谢谢你。谢谢大家。太好了，我可以出生在这个家。虽然真的很穷。我们家很穷，对不起你啊。你别说多余的话了。姐姐，让我按一下。好啊。好可爱呀！我的小狐狸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妈妈。哎，这个是哪儿来的？妈妈第一次见到呢。第二天。哦，英同学，刚好。放学以后请你留下来一下吧。哦，好。你是隔壁班的。这个是英同学你的东西，没错吧？没错。对不起，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可爱了，真的非常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小优同学，你能够鼓起勇气坦白地说出来很不错，但是以后不能做这种事了。英同学，我等一会儿会联系你的家人，然后这位小优同学他的母亲也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呢。知道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还给我。
第二天，婴同学的吉祥物呢，昨天已经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！太好了，是有人送回来的，现在已经还给婴同学了。在这里也要谢谢大家，跟老师一起帮助婴同学寻找。这样呀，太好了，小王子。嗯，安达嘎达多哥萨，希哥萨，希哥多哥萨，库马莫多萨，库马莫多。啊！哎呀！小丸子弄丢了成绩册和妈妈的嗓子哑了，敬请期待哟。